哎呀，宋老师，早知道你穿这身，波波啊，可以叫峰哥就行了啊，或者阿峰都行，是吗？对对，掌声欢迎阿峰，对，你应该说掌声欢迎阿峰啊，你这到底怎么着？你定一个，对不对？阿峰啊，阿峰啊，阿峰啊。 走吧，阿峰，咱就走起来。看看啊，来，我这蹦蹦来的。哎，说实话啊，这个我可知道啊。这是我们辽阳的酸菜锅。这小峰，辽阳菜锅应该是比较出名这一口吧？哎，太好了。那来一位。炮制炖两个小时以上才入味儿。哎呀，说半天啥意思？就这意思。怎么样，感觉？不贵。你闻闻，来，你闻闻。炮哥马上给你。这个味道的问题就已经不用闻了。说实话，我在那边就已经听到了，下边还有配料呢。我说实话啊，这个味道做的，大哥说非常正宗。相当棒。这个是，这个菜很难做，就需要时间熬出来
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地上的肉啊！您尝尝，长长的耳朵，一身毛。是的，一般的地方吃不着。哎，浑身上下长着宝，嗯，犟着来吃，味道真好。阿峰，阿峰，你不得了。 天南海北都知晓啊！你来我们鸭绿江边走一走，看看我们山东的好不好呀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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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的。说实话啊，这里边这个加了个葱还我还第一次吃。哦。以前吃肉里边都放这个香菜。香菜是吧？啊、放香菜放这个，但是放这个葱还我还头一次。哎，放葱的味道挺好。所以这是丹东家常的吃法就这样吗？对我们当地的吃法。放葱吗？放葱，小葱花。嗯啊、哦，都说辽宁美食多，酸汤子我最爱喝。啊、嗯，你要问我能喝多少？多少？去了这碗我还能整一锅。你想好，你看看后边那锅再说话。一锅不行，不整，拿锅里现在有别的。啊，大伟，我放什么？梭子蟹。梭子蟹，哦，满皇满子的大闸蟹，对，这个满皇，梭子蟹有名啊。此情此景我要。哎，你都快赶上乾隆了，走哪都吟诗作对的。啊，丹东流着两河水，嗯。海鲜水产味道美，嗯，特别要说梭子蟹，嗯，一直长了石头腿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的草莓，对，这个丹东的石头草莓确实天下闻名的这个，哎，特意给您留了一个草莓之母啊，之母这么大。哦，那我来个草莓之父。我发现。怎么了？你这鼻子长得怎么像丹东九九草莓似的？怎么的？红红的？不是，上面全是点儿。我们代表家乡人民送您一份礼物，谢谢。我们把整箱的丹东水果干送给您，也欢迎您到我们的家乡丹东来，感受鸭绿江的水，感受鸭绿江断桥，感受很多红色的历史文化的景区。对，撒手啊你都啊你！新的一年了，祝大家虎年。虎虎生威，虎年开心快乐，虎年健康，哎，别让他虎超。